见到那儿把他的那个翻开啊，这一上不就飞出去了，飞出去了，啪，可以这么做。然后呢？哎，上不走。右手。可以这么做。下方位，小手就是这个。来，这个过来了。这个。下面是什么？转到左后方。咱练完以后，你最最后再怎么练？这上步动作啊，上右腿，上左腿跟右腿。对，他们的动作，汉的动作，你上来以后呢，就手在这走，这一上步动跟右腿，啪，后腿的虚点定得住啊。完了以后呢，这个时候再转过来，往这边。哎，再往这边，对，看着后边这步，这路啊，后面不要死呢。哎，先走这两个方向，你说不转再走，转太多了。这个我这一说你就知道了，完了以后呢，身体往右转，上右腿，跟坐骨啊，慢慢看，低下来，哎，这时候再，啊，这个时候那垫子就上来了。走动的话，这个音儿啊，用摇劲儿发响。对，哎，我这真不好，音儿发的真对，好点。来包地带是吧？不是，我这个什么？这个。这边。先个厕所啊。这边。咦，上。
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记住了，走就。